杰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环境、生物和营养高新技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环境保护和动物营养的持续改进是杰赛的驱动力。依托总部美国 Nutrinsic 公司全球独创的 iCell 专利技术，杰赛掌握了物理资源化核心工艺，凭借华尔街及硅谷的多家实力投行的资金支持，负责实施中国区环境生物技术和单细胞蛋白生产技术等项目的投资和运作。食品加工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有机副产物随废水排入污水系统，污水经处理成清水时也产生了大量废弃的污泥。目前这部分污泥主要通过填埋、焚烧或简单堆肥等方式处理，均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二次污染。同时，当今动物饲料蛋白主要来源于海洋捕捞生产的鱼粉，随着近20年的大量捕捞，造成了海洋渔业产量持续下降，多种海洋生物濒临灭绝。基于上述两大主要问题， Seth Terry、 Andrew Logan 两位博士发明了 iCell 技术，经过15年的研发、实证及产业化发展，现已在中国和美国投产多家利用污泥生产单细胞蛋白的工厂，目前主要与食品工厂合作，以废水系统中的有机副产物作为微生物营养源，通过实施独特的 iCell 技术进行微生物选择、控制和培养，并通过国际专利加工工艺生产出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及活性成分的功能性单细胞蛋白饲料产品。 iCell 技术的实施促进了食品企业副产物高效能转化的生态循环，节约了社会资源，保护的海洋生态，避免了污泥处置产生的二次污染，改善了废水排放质量，创造了美好环境。iCell 与您共创健康未来。iCell 与您共创美好环境健康未来。杰赛专业化的团队、前沿的技术、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及设备，能够充分保证 iCell 技术的有效实施和产品质量。在杰赛，简单有效的工作风格是我们的标签，务实奋进的工作激情是我们的态度。杰赛的产品得到了多重标准的认证，获得了相关行业的充分肯定，生产出的高附加值的单细胞蛋白为动物提供了最基础的新兴蛋白源，年产优质饲料单细胞蛋白达万吨。经过大量畜禽及水产动物试验证明，可以提高动物采食量和免疫等地，是动物健康绿色可持续的营养源。目前杰赛及其母公司 Nutrinsic 已涉足生物医药、食品、动物保健、环保等多个领域，与相关行业多家龙头企业、市政环保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合作伙伴带来了诸多实际收益。一、降低废水系统运行成本30%；二、改善废水排放质量；三、避免污泥处置二次污染；四、提高环境绩效和品牌价值；五、融洽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为更多领域客户创造更大价值，提供完善高效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解决方案是我们的目标。杰赛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杰赛的环境保护工程可以帮助更多的企业实现废弃资源再利用，提高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杰赛关注动物营养的现状与发展，通过不断整合全球资源，持续创新，为动物提供优质可持续的营养来源。杰赛本着时代的前驱精神，通过打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实现多领域的技术突破，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实现企业、环境和社会多赢。我们希望为人类的环境和动物营养事业的发展
尽己之力，让一切变得更美好。